Hey guys， 大家好，家下咧我就要食用呢个咧就系、是、叫做三七粉，呢、这个就系三七粉嚟嘅，即系叫做甜七粉。OK， 咁样佢咧每次饮用嘅咧就系、是、咧个份量咧系三 gram， 最多到九 gram， 最多系到咗九 gram， 最好系三 gram 就好噶啦。好香嗰啲粉末嘅味道。當你咧就稱下點樣三 gram 咧，大概個份量係幾多咧 ？OK， 我就稱下先，睇下有幾多少。好嘅，跟住我照直咁樣稱啦，係咪？呢度就係三 gram 啦，三 gram 我即係2.3係嗰個蓋嘛。好嘅，咁样就三 gram 嘅份量咧，系有几多少？好啦，就系、是、咁样，半汤匙啦，叫做咁样叫做三 gram 嘅份量啦。好嘅，就将佢倒落个杯。跟住沖用温水嚟服用。沖用嘅温水咧，服用咧係120ml 就夠嘅啦，呢度。OK， 120ml。好啦，够咗。即系呢个三七粉咧，系咪甜七粉？就最好咧，就朝早咧嚟饮用，就容易被吸收。仲话空肚饮用。就容易被吸收，咁样咧，夜晚咧最好就唔好饮，如果有失眠嘅人咧就饮少少就好啦，份量唔得太大，因为容易口干啊，佢仲有少少兴奋嘅作用啊，你饮太多嘅时候，你都兴奋过头，瞓唔着。咁样佢嘅功效咧都非常之多嘅，又止血化瘀啦。止血、活血化瘀、排毒护肝，仲有嗰个消肿定痛、抗疲劳、增强免疫体、增强机体免疫、延缓衰老、调节你嘅双向血糖、降低血脂、抑制动脉硬化、软化血管。啊，软化血管呢个啱啊！是手臂脚臂啊，试下先。跟住促进血液循环，跟住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嗰啲啦。咁样都有嗰啲叫做六大禁忌嘅，呢个六大禁忌咧就系、是、感冒唔饮得，月经期唔饮得，孕妇大肚婆系唔得嘅，唔饮得，过敏又唔得。影響吸收咧，即係你食魚啊、蠶豆嗰啲啊，就都係唔可飲住咁樣啊。總之就唔得飲太多個份量。咁樣試下先，睇下咩味道嘅。OK， 好容易入口啊！有少少粉狀嘅液體咁樣。
好嘅，我得到了解咧，睇下会唔会感觉到胃唔舒服啊？咁样咧，再通知你。系啊，嗰阵时我就试过嗰啲三七粉咧，就讲真啦，系会削胃嘅，所以咧你哋一定要食饱先，跟住正食啊，咁样就啱啱好啦，唔可以等下空肚食啊，容易吸收啊，唔会。始终系有少少药粉系咪？佢会削胃，所以有胃痛人、胃痛底嘅人咧，就要食嘅时候咧打个底先。好嘅，多谢大家观赏 ，Thanks for watching。喜欢我嘅视频，俾个 like， 订阅我的频道。